今天又到了这个。我想最近我也没买呀。是不是你买的？又来我。有钱不知道怎么花了。你有病吧？我先没收了。打开看一下，这是简单明了。这小软球还挺可爱。不是孩之宝的包装都这么硬吗？枪管，这小颜色挺清脆。不是，它这枪管怎么进不去呢？哎，这是设计失误吗？这小软弹，啊，这是上弹手感。这是安全锁，拨不动了。这个滚轮可以调节准星的高低，这个居然可以调左右，这个我没搞明白是干嘛的。走，咱们去试一下，发射。咱们打右边的试一下哈。不是，你选的这个怎么的？不错呀，上墙。粉丝记得这个，这难道这是孩之宝 Nerf？ 一盘蚊香，一个胶枪，打开看看。它这，哎，从哪出来的？还是小软弹。这个位置，哎呀，这个必须得用剪刀啊！我操，这么结实！我操，不是蚊香，是靶子，装弹。两颗，准备，还是打这个？准啊，这个第二颗还得再上一下。哎，为什么两个通道分别出弹呢？这啥原理啊？谁呀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人，哎，又来。